这个视差计我们现在先拿出来，然后这个键是一个开关键，我们按一下开机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视差计的这个孔，这个测光孔放到这里来测这个标准卡的原色。同样还是连一下这个键，这里按一下，然后就测试另一个视卡的原色。好，然后我们点这个按钮表示测试差。好，现在我们测第二个视卡的原色，放在这边，还是按一下这个按钮，连一下就好。如果连3秒钟的话就关机，我们只需要连一下。好，测试第二个视卡的原色。好，这上面这里有比较白，这个通过，这个通过，这个失败。好，现在测第二个视卡，表示原色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再来测原来这个视卡，再按一下。好，因为两次测的原色一样，所以这里提示全部通过。使用方法就是这样的。